嵩山位于河南省中部，是五岳中的中岳，主要由太室山和少室山组成。嵩山有72座山峰，山峰奇特，山色秀丽。最高峰是太室山的主峰峻极峰，高度为1440米。山上有古建筑群18处，其中中岳庙、少林寺、嵩阳书院、塔林、观星台等最为著名。山下有72座寺庙，是佛教、道教、儒教三教汇集的地方。庙内文物众多，有文物之乡的美称。中岳庙在秦朝开始修建，是古代帝王祭祀山神的地方，占地10万余平方米，大小殿阁楼亭有400多间，是五岳中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。少室山上的少林寺在唐朝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名刹，是中国佛教禅宗发源地。少林武功更是闻名世界，被奉为武林之尊。千佛殿是少林寺内规模最大的殿堂，殿内的三面墙上有大型的彩色壁画，面积300多平方米，为著名唐代画家吴道子所作。少林寺的塔林是历代和尚的木塔，现在有220多座，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塔林。塔的大小形状各不相同，有圆柱形、锥形、平形，有的高达7-8米，有的只有1米左右。嵩阳书院是历史悠久、规模宏大的官办书院，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。